读一下温度计。温度计。对，温度计。温度计。温度。温度。对，温度计。温度计。很好，那这里就是零度，这个零。从这里开始就是一个分界线，它是一个零度，然后在零往上的就是零上多少度，零上多少度，然后零往下的就是零下多少度，比如这里就是零上二十度，这里就是零下二十度，零下三十度，这是零上四十度，分为零上和零下。好。